世华日本分会为了迎接委员长率领春访团来到日本而举办欢迎会，让大家可以边吃饭边和委员长交流联络感情。委员长也大力称赞世华是一个发挥女性力量的团体，希望透过各位的努力展现国民外交，让台湾变得更好。作为男性，我们要谦卑的跟我们这些优秀的男性学习啊，所以特别来这边有这个机会，很荣幸哦，来跟大家聚在一起，感到很荣幸。会长钱妙玲也很感谢委员长愿意担任 CEO 学院的荣誉院长，也勉励大家成为抢手的女人。我们要成为抢手的女人，我们要成为抢手的女人。我们也会通过侨委会，让我们世华今年度能够有活动跟商业讲座的进行。那委员长也答应了跟我们 CEO 学院的荣誉院长，这是对我们世华来讲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。林玉会长也在致辞时祝福大家，祝我们大家心想事成，好的属你的。欢迎会上除了和委员长合影纪念，大家也在和委员长的热情交流下圆满落幕。我爱世华，世华爱我。台湾新闻东京报道。